济南和吉隆坡水利中心协办的这个拓宽交易的前国际学术研讨会啊，定在这个11月30号啊星期六，就是12月1号星期四，两天在吉隆坡水利中心这个举行。这也是董总、肖总以及五大三机构发起的外交事务下的一个重点的活动之一啊。大会这一次邀请了中国、香港跟台湾，还有本地的学者专家啊，前来发表主讲演讲，论文报告和些论文的交流啊，可以说阵容的丰盛啊，汇聚了教育领域啊不同专长的这个要素啊。教育改革必须立足于本土，放眼世界，这些国。